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今晚吃一个蔬菜饼，不用醒面，不用发面，简单快速又好吃。我这里用了豆角、胡萝卜和玉米，大家也可以选其他蔬菜，但是玉米必须有。洗干净，把豆角切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转发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